泳琪，是香港隊的右外野手。整體來說我都滿意自己隊和自己的表現的。今天我們、在六局之後就贏了十分，贏了中國隊，是整體來說都滿意的。我覺得整體來說打棒的心態是放鬆了，很明顯看到今天的安打比昨天多了，防守上面大家都集中了。有什麼改善的地方是、再可以集中在每一球多一點，咁都係自己係第一次喺國際賽上面打到一個全壘打，咁都好開心。你話打之前有諗啲咩？其實冇咩諗，冇咩嘢諗嘅，淨係諗住送我隊友翻嚟咯，同埋相信自己平日練咗咁多，咁就全力打出去。